蔡龙请工无用得采收各类菜，不过规园详细甲看起来，十粒烂掉九粒。这位蔡龙看到五分外地各类菜差不多拢烂了了，心情真沉重，暗时啊拢困袂去，心情足艰苦的，规暝倒咧遐咪困哩嘛袂。想着讲好，反正啊，头药啊三两日就头一摆药啊，三两日头一摆药啊，偷偷的啊，才安尼一时间无用嘛是心肝足袂拄好个啊。最近天气冷，火锅店的生意强强滚。因为高丽菜是火锅店的主要食材，市场的需求量大。虽然一箱大约450块，一般嘛有250。虽然最近高丽菜价钱真好，但是收无价钱更加好嘛，拢无效。你烂去就是无人，就是无效啦，对。较好价嘛无效。较好价嘛无效啦，烂去就算啥要甲你买？啊，你水包青菜水，这一叫人要滴。卖的无人要挃啊！哦，无菜即马价钱好安尼吼。啊，无菜番好，怎啊变成安尼去都无效啊！因为高丽菜水伤严重，即期亏损的成本真大，为着要减少损失，蔡农只好请工抢修。想到高丽菜损害，政府拢无补助，令因非常的气愤。偷盗他妈的，啥物污染啊？都即个无菜就无咧，无发展公司要讲要安怎报？哦，对。啊！咱要逼死人，就是做实人，做实人就是实在。因看要安怎嘛，咱嘛无法度啊，对。规园的高丽菜损害严重，有菜农规去坑里买料、工料钱去采收，但是嘛有勤俭起家的农民认为，会当吃高丽菜浪费真可惜，毋是坑里好民众捡回去吃，无就是忍痛了钱请工加减收，实在是非常的辛苦。记者黄龙宽采访报道。